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二零二三年十月一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医疗与保健四。好，我们现在请老师开始。好，那我们进一步再把下一段，就是要把成分跟药性再综合讲一次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。此理即名。 则用药疗机或饮食养生。若要从医下手，以期改善热能不足，加速修复体伤，达到治愈疾病及抗老增寿的保健功效，只需善用药食之药性，从保养热能着手，而不必在意其成分。所以选方配伍即可大为简化。反之，若从果着手，为求改变组织器官运作， 达到快速控制症状及异常指数的医疗功效，就要强调成分，以对治不断变化的病情，所以选方配伍或药物研发就变得极为复杂。至于用温热性药时，不必在意成分，是指不必追求所谓个别的有效成分，而不是否定成分有医疗治病的功效，也不是否定药性。 与成分的关系，药性虽不计是成分，但也离不开成分，它是所有成分整体合合的作用。所以，若从药师中抽提单一的有效成分，即失其整体的作用。就像树叶的光合作用要靠叶绿素，但单独抽离出来的叶绿素就失去这个功能了。显然。 药食的保健功效，并非来自其具有何种成分，无怪乎生食可保全成分却无效，熟食会破坏成分却有效。由此观之，养生保健根本不必在意成分。这一点，前面是谈药性，这里是谈成分是没有用的。那这一段非常的重要。 早期我们的写法，我们那个完整版，你们刚刚看，我看他有在看，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写法也不一样。那后面再加一句，就是把药性跟成分再进一步说明，那这样就完整了。所以这一段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把这些思考，然后再把它写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里面的文，这里是陈绩上一段写的。好，那你知道要？ 我们所有的都是透过药性来改善我们身体，那这个理已经很明白，所以我们要从医下手来改善热人不足啊，这这些功效只需要怎么样善用药食之药性，从保养热人着手，不必在意成分，所以我们的选方配伍简不简单？所以。 大为简化，非常简单，其实简单到只剩一个姜而已啦，也没有什么配伍不配伍，只是把姜又分成三种：姜粉、姜粉泥、姜汤而已啊。你看，简单到不行，再把那个最简单再细分，哪有负担？我们用岩石点几乎是没有负担，好，所以这个来对照成分就不一样啊，你们就看出来。好，那谈成分是。 从果，从果治病哦，它是从果着手，不是从因哦。那从果就是改变组织器官运作，它不是改善哦，所以我用改改变哦，它改变，所以它不能根治疾病，所以达到控制症状及异常指数的医疗功效，它只是控制，没有一样它是能治好的。哦，所以你一直抽取成分，它强烈的改变那组织器官运作，只是暂时性，药效过了。 你身体还是恢复到原来的体质，该怎么运转就怎么运转，啊，原来有病的，你症状还是会显现出来。好，这里已经讲掉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继照这个思绪再下来看。好，即便这样，所以你要达到这种控制，就要强调成分，以对治怎么样不断变化的病情。 那你对峙不断的病情，你选方配伍就复杂，而且还要研发。哎，你看这这一次我说的病毒来，他们要投入多少的研发费用？啊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嘛，最后你们买单嘛，如此而已。好、哦，然后你看就变得非常复杂。啊，一复杂你就知道，我前面刚刚有讲过，只要复杂的东西就离真理怎么样越来越远了。 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里这个中间成分跟药性它们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。好，至于用温热性药时，不必在意成分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说？哦，前面我说，哎呀，你重要性就不要在意成分了。好，这里就提出，我们指的是不要追求个别的有效成分。 你不要在乎说啊，它有什么成特别有效，然后再去抽取它，然后提取它，淬炼它，然后成为一种西药，不必在意这个。啊、哦，不，然后也不是否定，我们没有说成分没有医疗治病的功效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必在意成分是，是我也没有说西药不能治病，我没有否定你，好、哦，我也没有否定怎么样，药性跟成分的关系，因为药性是从成分来的。 我这样讲，你们了解吧？西是抽取它的成分，我们不是。本来它都是里面有各种成分，然后合起来，它就有一种药性。哦，所以药性是所有成分的整体合合的作用。所以我们来看下面，它就这样写的。哦，药性虽不及是成分，但也离不开成分。它所有成分的怎么样整体合合的作用。所以若抽你说从药师中。 抽提个别的有效成分，那就会像怎么样呢？这里举例子，就像树叶的光合作用，你把最重要的叶绿素抽起出来，那这个叶绿素还有光合作用吗？它就失去这个功能了。所以简单讲，你抽起出来，你那个药性，你一直重视这个成分，你反而破坏了这个成分了，整体的药性了，破坏了它整体。所以这里，呃，上面好，上面我们。 这里就是单独单独抽离出来的叶绿素就失去功能，就像你抽取单一的有效成分就失去整体的作用，就整体作用就是药性了。好，那我紧接着就是在这几句话都是新写进去的，这里是一个结论里就是显然药石的保健功效不是来自于怎么样，其具有何种成分。 不是它有什么个别成分，所以也就是叫你们不要再妄心痴想哦，说这个温热药性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成分，对我们人体特别有保哦保健的功效，没有这样好，所以无怪乎生食。你看生食的时候，赵西生津饮食说啊，你不要煮就可以保全成分，但生食反而怎么样？没有保健功效，却无效，为什么？ 它冷冷的吃进去，反而消耗我们热人呐、啊！啊，你说它具有维他命 A、B、C、D，我们吃了反而没有效，甚至有些人吃生鸡啊，重病患者吃生鸡，有些吃出问题啊，早上吃晚上肚子拉肚子啊，很多啊我都听过。然后熟食会破坏成分，它煮熟了、煮烂了，其实煮煮的过程中，它已经在改变它的药性了。然后你又热热的喝。 热热的吃，哎，那个药性温热的药性就会发挥了，反而对我们怎么样身体有帮助，却有效，却有保健的功效。哇，这一句话、哦、点出很多道理。为什么？你看生食跟熟食，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也就是你西医在批评中医是什么？你人生不能久煎久煮哦。 你人参久煎久煮，会破坏里面人参皂苷哦。人参皂苷是最有用的成分哦，你就会破坏它，所以你人参就没有作用了。哦，他是这样批评中医，啊，中医敢反驳吗？没有啊，竟然中医的期刊也有登这种理论了、啊。那这个中医根本不了解药性跟成分是不一样的。 两种不同的思维，那用成分来批评药性，显然已经走上极端了，而且也不是哦，对人体特别有帮助。所以你看中医哦，它有炮制法。你四物汤里面，其中有一位叫熟地黄，对不对？那熟地黄是怎么来的？是由生地黄来的。生地黄它本身是怎么样？ 寒凉的，那寒凉你要补，当然不能用寒凉的。那生地黄要怎么办呢？它经过九蒸九晒，晒过再蒸熟，再晒过再蒸熟，经九蒸九晒，哎，这个还会不会凉？不会了，变温热药性，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四物汤，来温补我们的身体。所以。 经过九蒸九晒的生地黄成分有没有被破坏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一定破坏嘛。它煮过再蒸再熟，这样反复，成分都被破坏了。所以西医就是在批评中医，你久煎，哦呃，久煮、久熬，把那个里面的成分都破坏掉了，意思就否定中医就没有功效了。 中医竟然没有说，如果这种话，中医也接受。那我告诉各位，中医的药性炮制法就荡然无存了。那中医的炮制法把这个中药改变它的药性，是中医的中药里面的很大的特色。那它重视的就是药性，但西医用成分来破解中医，中医如果听了，那你。 就是跟西医走，所以我说这两者是不能合的啦。两者思维是不，你中医听了，那你全部都荡然无存了，你就开始谈成分了。啊，成分对保健一点功效也没有。我这里就，所以我就就说嘛，如果成分是有效，那我生食所有成分都在，为什么吃了我反而不舒服？啊，熟食了，把里面的成分都破坏掉了，我为什么吃了反而舒服？就像。 九煎九晒过的哦熟地黄哦，我我吃了反而舒服，那生地黄我吃了反而不舒服，道理就在這，所以记得中医它的炮制法有它的思维的，它的思维是在重要性的，所以我一直讲中医是重要性，但现在中医也不认为自己是在重要性，所以中医怎么失去它的精华？我说跟西合哦。 是真的是也是不幸啦，哦，但是你中医如果能够走出来也很难，除非你这样从人体一路摸索，像原始点这样一路做，才知道哎、欸，真正有效没效是药性。所以我这里两句话就已经道出它里面的结果，也把中医的问题跟西医的问题全部点出了，然后最后才说，所以由此观之，养生保健根本不必在意成分，你里面有什么特殊成分。 根本都不会对，我们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了。简单的讲，让大家清楚了、哦，中医如果听懂这一句话，他们不会被牵着鼻子走。我敢讲，但很显然的，中医很多在发表论文的时候，竟然也引用西医说法啊，人生只能煮多久？完了，只能煮多久？ 煮越久越好啊，所以我们熬姜汤一遍也可以喝，两遍再熬个两三啊、哦、两三个小时，哎，出来的味道还蛮浓，喝了也有效。甚至我们的姜还不错，有时候熬到四四遍、三四遍，还有温热的功效啊。那如果照他这样讲，经过一两遍就一遍，他们就说成分都破坏掉，那四五遍的应该就不用喝了，但喝了更有效。 所以这两种思维，你们一听就知道哦，成分跟药性在，在只有在原始点讲的最透彻了，已经没有外面，所以很，你一谈养生保健，一看你就看清楚。那所以我建议，如果你们哦了解这样，那你们会去呃去吃维他命 A、B、C、D，还是是去吃食前大补，补中。 哎，对啊，一定去吃十钱大补。那、啊、你没有这么多，因为现现在听说当归涨得很凶啊，我我也听说。那我们的姜都没什么涨啊。那你想一想，再算一算成本，现在物价通膨蛮严重。然后我要吃什么？啊当，当然当然姜啦、啊，我就一姜到底就好了，既省钱也不用花脑袋。所以你真懂的话。 生活会越来怎么样？越简单，没有负担。然后心里是很笃定的，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段就谈完，我们继续下面的。人体的热能主要来自于食物，而食物药性有温热与寒凉的不同，二者皆可经由人体的消化吸收后转化成热能。 但药性之寒热对人体是有影响的。如果将食物比喻为燃料，则温热药性有如助燃剂，可减少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；寒凉药性有如阻燃剂，会增加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，令虚弱者不堪承受。故欲趋利避害，需善变药食之。 寒热药性，其辨别规律，经多年观察重病患者饮食用药反应，总结如下：以味变甜、酸属寒；甘、咸、淡属凉；辛属温；辣属热；苦则不定，但多属寒凉。以类分，水。 海产属凉，茶、水果属寒或凉，油、酒类因酒精性寒，皆属寒。由于寒凉性药食，必须仰赖身体的热能去推动组织器官运作，才能被吸收转化后发挥其效用。对轻重症体力上佳者，适量服用固然无妨。 但对重病、体力已弱者，却会透支热能，加重体伤，使病情恶化。故寒凉性药食是否可用，当时自身体力之强弱及疾病之轻重而定。若服食后感觉不适或体力变差，说明热能已经不足，食之有害，应当讲停或加入温热性调味料，如姜。 辣椒、胡椒等，并煮熟，以改变其药性。综上所述，身患重病、体力已弱者，最好进食酒、冰品、生冷海鲜及蔬果、水果酵素、人造维生素，并少依赖药物，避免接种疫苗。日常饮食以少糖、少油、少盐、少醋、少,醋少水。 少加工品，少转基因食物，多温热性药食。好，这一段其实是记着上面写的，再进一步来谈怎么来达到我们改变体质啊、哦、这些因素。我们身体哈、哦、要改善的人，其实最主要还是来自于食物啦，因为我们每一天三餐都一定要吃嘛。好、哦，那这些食物它有。 温热跟寒凉的不同，药性有这样。那你们现在也知道，养生保健应该重在药性。那既然有温热跟寒凉，有些人就问我，他这样吃，为什么我吃寒凉，哎、欸，身体也不错啊？我告诉他，你你你,你有吃就有效，因为你体力还不错。啊，你没吃，嗯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吃的话哦，你饿起来哦，会更严重。 所以很明显嘛，就是你你不管寒凉或温热，你正常人这些都可以消化啊。消化经过身体组织器官运作，把它吸收，它就会转换成你需要的热能。只是提出一个，你如果是寒凉的话，它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要怎么样消耗更多热能？那如果你是吃进去是温热的食物，温热性食物。 那这个过程转换就不需要那么多哦热能去消耗。那对于健康的人，两者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但对于重病患者，热能已经不足的话，就有差别了。为什么？当你热能不够，然后你又吃一些寒凉，然后你要吸收转换成热能，你又要消耗热能，你原本就不够，所以就会出问题，是这样来的。 所以这里就提出，那这样温热性药食寒凉跟温热就很重要。那我们就要有一套辨别。那辨别的方法就是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嘛，啊，你吃是怎么来辨别你吃的是温热还是寒凉？第一个从味道，啊，这里这个味道也是原始点的特色啊，外面是没有在谈的，从味道来辨寒热很准的。 那我们说最寒的什么味道呢？甜酸，甜酸属寒，但是哈、哦，恰恰哈、哦、甜酸最好吃。我说实在，我我我其实也很难离开这种诱惑，所以为了享受甜甜酸的寒哦，我必须要努力运动。<laughs> 但是。 但是哈、哦，甜酸虽然寒哦，如果你运动过，其实偶尔吃是还是不错的。但你不能说都不吃吧？我不吃有，我之前就是以前比较，我就会想到我去加拿大这样，那个他们就是我跟他讲甜酸属寒，然后他们第一天给我那个樱桃，樱桃黄色的，我第一次吃黄色就在加拿大吃。 哇，吃起来怎么比红色的还好吃？我第一次吃樱桃，就是那么好吃，是在加拿大。然后我讲完这一堂课，完了，第二天竟然没有樱桃，前面两天都有，他们刚好季节盛产了，啊就不给我，哎呀，我就改口了。我说其实最后讲完之后哦，他们带我出去，他说，呃，张医生，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樱桃属寒的。 我说哪是啊？你看红的那么红嫩又好吃，那个是温热的、啊。<laughs> 哦，他们买两包，我们就开始吃了，吃了也没怎么样，因为我身体好嘛。但是重病是真的不能吃，哦，所以从此我就有樱桃吃。今天来这里还有樱桃吃哎，他们还要买樱桃啊、哦。所以其实哈、哦，看你的体质了。 不要生活的老是什么张医张医师说这个寒就不能吃，然后呃连那个在车上哦已经很温热还不开空调，因为张医师说不能冰敷啊，所以连个哦我在里面已经晒得热汗淋漓了，哇这些学原是点早期折磨人呐、啊，你知道，毒毒一样就死在一样上面。 嗯，我有时候受不了他们，我就说你开冷气可以不可以？我实在热到受不了了。同样的一样嘛，那个樱桃看好吃，好吃就吃嘛。你先评估自己，我有没有这种能量？有就吃嘛。哎呀，是，但是如果吃了不舒服，你就知道啊、哦，你热能不够。就简单的讲，就开始吃一颗就浮力挺身十下，哈、哦，或是去跑两圈再来吃一颗，不会出事的啦。 但但是，当你重病奄奄一息，真的，一颗也不要碰哦，就是这样。那分出来就好。那我们这样从这一段，我们就知道要活用啦，要要不然生活很无趣的。因为有一次啊，我去呃大陆讲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早期去一个寺庙，然后我问师傅，你你们平常喝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喝茶。”然后还有喝什么？ 咖啡能喝吗？他们说这个当然也是可以喝啊，也不是借力，所以他们也喝、啊。然后我最后念这个啊，他说这样啊，连茶也是含啊，我们是很喜欢喝茶的啊。他们说人生无味啊，听完我的课就觉得人生无味了。<laughs> 但确实哈、哦，也不是说人生无味，还是很多乐趣。你要把体力练好。 你的福报就大，什么都能吃。哦，偶尔我去那个吃吃素食，我是不常吃了。我不是这样说，我有时候去吃哦。其实我很喜欢吃冰淇淋，但我绝对不会自己去买冰淇淋。你放心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寒凉，我本身也是寒。但偶尔去餐厅，冰淇淋是免费的哦。这时候我就心动了，既然免费，好，那我如不如果不吃白不吃。 那我就吃一点回去吧，带一点回去，我就把它装进肚子里面带回家了。那那一天我也没有怎么样，我因为我是偶尔吃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人生也不会。你来什么，我我评估一下，我心里很清楚，能吃我就吃，那吃起来好吃，我就说这个是温热的，自我安慰一番，啊、哦，但。 我这个是虽然开玩笑，但是要活用。我就是说，不要说，哎呀，寒凉都不能吃，以后你们都不给我水果了，这样我我也是人生无味了。<laughs> 好，那我们来看那个味道，甜酸属寒，最寒的就是甘咸淡属凉。这个你们只要尝到味道就知道了。好、哦，那辛属温，我们的姜就是辛，那辣椒当然是属热，那苦呢？苦则不定。 像咖啡啊，那个苦味苦则不定，多数寒凉还是寒凉。但是咖啡冷的吃喝跟热的喝是不一样的哦。热的喝没有那么寒，好、哦，所以如果真的离不开，那就热热的喝。好，那另外以内分水产都是凉的，包括水，我们的开水也是凉的，所以要喝开水一定要怎么样？ 温热的喝，温热的喝就，因为我们人有体温，你寒凉的喝，那寒凉进去，它要吸收，你出来，小便是热的还是凉的？热的，那就是代表它进去凉的，出来是热的，那中间不是你又消化了一些热能了嘛？所以一定要热热的喝，温热的喝就不比较不会出事。好，那茶也是一样，要热的喝，冷茶是。 消耗热的人更多，但茶有分绿茶跟红茶，生茶它更寒，熟茶因为它泡制过，哦，就药性比较好一点。那油跟酒类，我把它放在后面，就是它是里面这些碰到的最寒的。那油跟酒如果两者相比较，又以酒更寒。酒怎么样？酒它里面有酒精，所以常常我们喝了多一点酒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 失去那个、哦、判断力哦，甚至连马路都当作床在睡哦。啊，真的真的、啊、很多醉醉倒了就是就是这样啊。他是哦，所以这这个酒哦，绝对是我绝对不碰酒。我我知道那个酒哦，确实是寒啊、哦。那你们会问，那不要酒怎么办？不要酒不能喝啊，就喝不要就好，酒就不要。啊，酒是怎么样？重点在酒精。 所以很多人误以为那烈酒一定比较温热，不是？刚好那个烈酒酒精高，反而更寒。所以很多人喝烈酒之后，而他进去的是辣辣的哈，进去之后就开始胃寒。我自己也试过，哦，就开始怕冷。好，所以记得酒不是好东西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好，那你这个饮食里面寒热哈？你听过这一篇之后。 你已经完全会变了。如果你是读中医的书，那你惨了。每一位是属属于什么药性什么哦什么功能，写了一大堆，你背，今天会背，你你再隔几个月你也都忘光了。这个会不会忘记？绝对不会忘记。你一听完，因为你舌头都在你身边，你一尝，嗯，都味道马上就知道。 那你就能辨出来，而乙内分用眼睛看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好、哦，所以这是最方便的。好，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你体体力来斟酌什么能吃不能吃，你自己好好斟酌。那养生保健就在里面。啊，万一你体质已经不行了，你吃了这些寒凉有问题，那我们应该来怎么改变呢？好，下面有方法，就是，好、哦、有，哦，吃之有害那。 当是怎么样？是你自己的体质来做判断。那如果时候觉得体力变差或有什么不舒服，这已经说明怎么样？你热能不足了，你已经热能已经不足了，食之有害，应该立刻当机立断要怎么样？减掉或停掉，不要吃了。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因为很多人就是说，你。 我常常喜欢吃水果，你叫我水果都不吃，我实在很日子很难过啊。他还是要吃，好，那怎么改变？好，那就是加加。以前我都是这样讲，你就要怎么样，吃加温热性调味料，也就是你喜欢吃西瓜，你还是想吃，对不对？撒姜粉，撒辣椒粉，撒完看你要不要吃。 你还他如果说还敢吃还不行，如果这样还要怎样？因为我看他身体实在很虚，光这样还不行，还要怎么样？叫他再把西瓜这些加味一起煮，药性一定改变，吃进去绝对不会有副作用，我敢讲的。我问患者，这样你还吃不吃？ 他们听一听，算了算了，跟张医师讲，讲到最后还是不能吃，就是不能吃，啊，那你真的吃了就一定出问题，那真的叫你停掉你不停掉，那就怎么样？好吧，那我们来把它改变药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改变药性就是怎么样？叫调味料嘛，那调味料还要生食还是熟食？我前面有讲过，就当然就是熟食，那你们生活就会应用了，改变药性。 我前面已经讲药性跟成分，真正药性是对我们有用。那如果寒凉，我不是禁止你们吃，先看体质。那如果还是要吃，你要评估。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就调。有些人哦，虽然寒，但他撒调味料之后吃进去就没事，他不一定要煮熟。但这样还不够的时候，表示你更虚寒，那就煮熟。 经过这几道程序，应该我讲的已经很完美了，也帮你们设计了。那你们以后什么都可以吃了，不要再问我这个人不能吃了。好，那最后的结论就是看最后什么能吃不能吃，我就不再念了。好、哦，这里就是日常应该，好、哦，这是基本常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。温热性药食既然如此重要，为何不能说有治病功效？ 以姜为例，当发烧、咽痛、咳嗽痰多，服温热姜汤而痊愈，一般人就会认为姜具有退烧、消炎、止咳化痰的功效；当痛经、腹泻、便秘用姜粉或姜汤灌肠而痊愈，则又认为姜具有活血止痛、止泻通便的功效。如此延伸。 好像姜具有各种治病功效，但这并非事实。就如同汽车没油，一切功能失调，加油后又恢复正常运作。此时能说汽油具有导航、音响、空调的功能吗？若有，只需买桶汽油，不就可以直方位、听音乐、吹冷气了吗？显然，汽油不具任何特定的功能。 它只是一种能源，提供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，使汽车各种设备在此能量驱动下恢复正常运转，才展现出种种功能。同理，姜也不具任何致病功效，它只是一种热源，可被身体吸收转化为热能，使身体组织器官在此热能推动下恢复正常运作，才达到治病功效。 由此可见，疾病之所以能够得到痊愈，主要是靠自身热能修复体伤的。但若不了解此事实真相，当病好了，就会误以为是温热性药食的功效。对治病功效的迷思，即由此而起。换言之，虽然药食可通过成分、药性以解除症状。 但不能因此就说药食有治病功效，因为药食只是一种缘，中西通过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的因，才能解除疾病症状的果。倘若不谈身体的运作，而宣称药食可以产生抗体、抗凝血等，或补甲状腺素、荷尔蒙等，或者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。 肿瘤等，这就像汽油的源，不经汽车空调系统运作的因，就可产生冷气的果一样，明显犯了气因痰源而说源治果的过失。这是紧接着上一段哈，温热多吃温热性药食，温热性药食既然那么重要，应该有治病功效啊，对不对？他吃了真的对人体有比较好啊，那为什么我说没有呢？ 好，举姜为例，我就举我们的姜。好、哦，你看很多人哈、哦，比如说有发烧、咽痛、咳嗽、痰都都会鼓励喝姜汤嘛。他、啊、喝了真的有效。一般人就会认为姜具有怎么样，退烧、消炎、止咳化痰的功效。中医也是这么说的，姜有止咳化痰的功效。但有没有？我们来看下面。好，那这里又举，当你痛经腹、腹泻、便秘。 我用姜粉灌肠或姜汤灌肠，好而痊愈，那你又会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是因为灌姜而好的，那姜应该具有什么？具有这些功能啊？因为它你拉肚子啊，就有止泻啊；你便秘，它有通便啊；然后它痛经啊，就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啊。你就又开始想，它应该具有这些功效。好、哦，这是这中不是我们认为，连中医都是这样写的。 他们认为都是有这中药有这些功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样的结论，就好像姜具有各种治病的功效。但我这里就开始反驳了，这不是事实。姜是简单的讲，这里就是姜没有具有治病功效。好，我就举例，如同汽车没有，当你没有的时候，你汽车本来有导航系统，也有音响功能，啊、哦，也有。 还有空调功能，那你没有汽油不能发动，这些功能还在吗？当然不在了。好，那这时候你把如果说呃加油后哈、哦，我们就去加油，那就可以发动，这些功能就会怎么样恢复了？是不是？那它不能恢复，你加了油之后它就恢复可以开动，那一般人是不是就可以说啊这车子？ 那个油里面具有导航、音响、空调功能吗？你可以这样说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！如果可以，那你买一桶汽油来就具有这些功能，那你买汽油来听哦，就可以听音乐、滋方位、吹冷气了，哪有这么好事？所以显然没有嘛，这这就反驳他嘛。好，那为什么要用这样来反驳？就是要来把我们的姜到底有治病的功效看清楚。 紧紧接着，我我们来看，那为什么汽油我、呃、有能够发挥这些功效？因为汽油不具有特定功能，它只是一个人能源，那提供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，所以汽车在各种设备在此能量运转下才展现出来。原来是设备哦，经过发动之后，然后才有这些功能哦，不是气。 汽油本身有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。哦，同理，姜也不具有治病功效。这里就直接反驳，它只是一个热源。那这个热源是可以被身体吸收，转化成热能。那在身体组织器官在这个热能的推动下，它才可以恢复到正常运作。那恢复了正常运作，才达到解决疾病的。它是这样的过程。 哦，很显然，最后解决疾病的是气呃气浆吗？不是啊，是我们身体的这些整个运转，它达到治愈的啊，就好像汽车啊，你给它汽油之后，它发动之后，它里面的运转之后，它该有什么功能，它就发挥了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你既然不能说汽油具有这些功能，那你怎么能说浆有具有这些治病的功能？ 同样也是不能嘛，所以这已经把很多的迷失，包括中医的一些讲法，哦，也做了一些修正了。然后我认为这才是真理啦，好，所以这里最后就是再提醒哈，既然这是哦，当呃他得到权益主要是靠怎么样热人修复体香而达到的，啊。 但如果你不了解这是事实的真相，你生病好了，你就会误以为误以为怎么样？前面讲的，你就误以为姜具有怎么样止咳化痰啊的功效，或是活血通经，或是它具有止泻通便的功效。事实上，姜哪有这么多功效？没有，是身体自我去调理的，是修复体香的。好，换言之，虽然药食可通过。 成分药性以解除症状，但不能因此就说药石具有治病功效。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跟人家讲，哦，姜可以治病哦，我可没有说哦，那是你们说的哦，我必须要要说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，因为药石只是一种盐，它只是盐，这个药石只是一种盐而已。 好，它还要透过我们的身体这些的运作，才能达到解除疾病，它是这样的关系。哦，好，所以它言必须要透过因，才能解除疾病的果，就是言要透过因，才能达到解决疾病的果。好，因缘果就是这样，图表看来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，所以你不谈因。 然后就说盐有治病功效，跳过去，这样就如同你汽车的设备功能你不谈，你就从汽油哎、欸、一加进去就可以产生音响、导航、空调功能一样，这个去掉，这样逻辑就不通了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常常讲有一句话叫因言具足。 果报现前，不能说啊、呃，只有盐那就产生果，没有这种说法。好、哦，从因缘果也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盐能够直接有治病的功效，那这样就会犯的怎么样？犯了气因，去掉这个因，而痰盐有治病功效啊。这里就举一个例子，好、哦，就是啊、呃，就像汽油是属盐。 那不经过汽车的空调系统的运作的因，就能够达到怎么样产生冷气的果？这个合理吗？不合理。显然，我们的因缘果一定缘要透过因才能产生果，所以缘不能直接跳到这里说缘有治病功效。这样大家理解了吗？哈，这个透过这个表很容易理解的啦。好、哦，所以，哦。 这一段就是在提醒我们：我们虽然谈药性，药性有这么多的功效，但是它本身是让我们身体需要达到治愈疾病的功效，它本身是没有治病功效的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。老师让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把医疗与保健讲完。